感谢了我们丰委员，还有我们县政府我们幼稚的团队啊，陈处长，还有张处长在那边哈。我们今天在场有很多我们屏东县议会的我们各位议员啊，还有屏东施工所那里林书县长，那个各位代表你家，还有伫在地咱足侪议长啊，我们各位乡亲士大。我今天哦，参观这个陆局长哦，何副局长，还有我们今天哦，相关的一些，包括中钢啊，中钢机械公司吴总经理等等，哦，啊，都啊嘛，我看到阮这个中央站，这个孙长丢拢在遮哈。最主要是讲，今天大家很重视我们今天屏东的。这个所谓的台铁服务的优化，哦，当然这是一个起点，这是一个起点，这是一个里程碑。只是告诉大家，交通部哦，给咱这个宽环境哦，咱这中委员哦，大家督促之下，其实我们是在行动的，而且是要加速的。哦，来各位报告，咱屏东关哈，它不但是农业大县，也是文化观光的大县，所以观光。交通最重要，哦，咱这个潘馆长哦，在咱潘馆长这安尼这几年来带领下哦，我特别来屏东，我看咱屏东进步非常神速，哦，那潘县长非常认真哦，啊，我们中委员哦，啊，就是外面哦，盯得很紧啊，无论是经费啊，他就那建设哦，伊讲只要是跟屏东有关的，他都会为民好事会发生哦，所以咱屏东。请团结，包括其他大家在这边吼，都起来关心我们台铁的优化。啊，各位报告，其实吼，咱啊，我彭馆长在讲的，完全认同。轨道运输，它就是建构一个先进国家、文明城市非常重要的所谓的动脉。啊，全世界拢安，伊就是因为安全、稳定、运量高。所以就像人的动脉，人都可能不是骨龙大动脉，但是你不能够没有轨道运输，因为轨道运输它接公路甚至我们到偏乡服务等等，其实这种都重要。所以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就是在未来的整体的台湾的路网，我们有很多的锻炼瓶颈，包括咱中委员提到的南回包括为帮寮就。潮州帮了这段电气化，然后再到我们台东的大武，我们不用嘛，不能够环岛，就是因为那边那是吃柴油的，那是吃电的，我可以在这一百公里内完工，就是让整个一个台湾的这个路网能够全部都电气化，那未来我们这边当然潘县长他不但是关心铁路，他也关心很多的公路，那公路部分我也逐一来盘点。有一些瓶颈的部分，看怎样来处理哦，这关拢会加速来推动。那明年我们屏东也争取到台湾的灯会，所以咱这边的这个电联车，啊，用我们屏东的在地元素啊彩绘，就是开始暖身宣导，希望每年的灯会哈，也当变成台湾最成功的灯会，所以我们都非常期待。那在这边哈，也跟各位乡亲士大报告哈，其实头啊，庄委员也特别提到，我当地的各种服务啦，我做了解咱屏东乡亲的需要哦，所以今仔拄啊有机会伫交通部服务，啊，咱屏东这样吼，一寡未来的期待哦，有些事现在没有经过一定的程序，我们也不能够就这样子宣布哦，因为嘛是足多。无同款的声音，但是你若有在地乡亲的这个同理心，我们会全力来支持，是说服有一些对我们未来的期待哦，可能有不尽认同的，这关拢有来沟通哈。所以，我在这边哈，我们利用这个机会，我们未来希望台铁这边的服务，未来代替跟中央这个所谓的直达车，那今嘛是拢客。自强号、曙光号，还有区间快，哦，现在大概是70、80车次，
啊，到10月13号改点以后，会变100个车次，100个车次。啊，内底咱即摆统计的7000块，会从原来的34分钟，会缩成2分钟，32分钟。啊，2分钟对于阮大家来讲，伊就够大挑战了。那但是自强号跟莒光号从34分到40分钟，这个大概维持不变啊，我嘛希望伊较紧。哦，这是咱将来不要妨碍到我们屏东乡亲，从我们屏东的潮州到高铁坐车这个接驳的时间。第二就是讲，你像什么的转乘，大概会从12分缩短到10分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哦，啊，我也刚刚在车上也要求我们台铁哈，我们相关主管不要随便误点，这个误点是代价非常惨痛的，因为高铁大概铁笼大料，一般随便误点要很准点。那再来就是我们今天大家提到的这个车厢的里面的无障碍哈，包括对老人家的友善，哦，还有一些比较看起来哈比较舒服的这一些设计，我们都把它放到我们这次的优化的改善工程里面。啊，明年的4月，我们杜局长哈，他都要签下这个这样的生疏了哈，就是你们这里决定四月要完成就对了，把全部这个完成，投入我们未来的整个营运的这个市场，好不好？我今天大概特别感谢我们潘县长啊，王总委，我们今天在座所有的议员代表各位乡亲啊，交通部会全力以赴。会全力以赴来跟我们各位乡亲啊一起打拼，一起努力，让那个屏东也越来越进步啊，越来越发展啊！在这边再次谢谢大家，祝福大家，谢谢。